好，感谢依慧甲朝阳为咱带来上新的消息。接下来，咱要来关心的是中华的灾情是陆续传出来。即马台鲁阁的沙卡朗博德是有六个人失联，搜救队早起伫个土石当中找到两个遗体，身份到底是还未确定。另外，在山区还阁有近啊百个人受困，空勤直升机除了是空投物资以外，也伫个救局中找到九个受困的民众，已经成功甲人救落山。空勤直升机向天祥经营酒店空投物资补给，因为乌鹰直升机搭载数量有限，调至天祥地区超过六百民众，搜救队刚来当先撤离伤患，九个人坐飞机落山。有没有吃东西啊？他会饿吗？他地震有没有很可怕？地震不可怕。应该是吓到了。空中救援持续，少林山为天祥加真侪人救出來，救援队伍也入去沙卡当步道，沿路真侪所在崩山，爬过大细粒石头，找找失联的一家伙啊五个人。加测试新增加的一个家己爬山的女性，加上嘛赶紧大门协助找找。伫沙卡当停车场有发现车，加上车哥正着急，亲身赶到现场。他说要回来花莲祭祖。哦，他们就先到太鲁阁去走路运动，我们有打电话，可是都不通了。搜救队伫放落来石头下骹，发现一个查甫，一个查某，拢被土石带去，初步判定死亡。目前身份也犹太确认，国军完成支援乌军的任务。除了沙卡当流落一直地走出，包含掉地救客洞、河流列水营地的几落十人，天祥地区的六百多人，也加西堡国小已经超过一百人，拢是初五要搜救的重点。九曲洞那边大概在172K 左右，大概在两公里多，那道路抢通的困难度还是有的，因为落石不断，本来的那个道路被那个土石堆埋的，所以在处理上可能要花一点时间。中环破碎真严重，搜救人员用行入去救客洞，在中道前先讲架，九个民众救援落山。刚刚有讯号，他就赶快打来通知我们说他平安到沙卡当了，应该快到了。我们等了三天，我们家人都没有睡觉，很开心平安就好了啦。调在西堡国小的人已经安排空投解决同样的危机，不过到目前拿七百人还在等待救援，后续的人数无排除会增加。都今天天气不好，对搜救会产生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